多人在排队那个马里奥的，怎么讲？咖啡厅卖那个洗碗吃的，然后喝的。马里奥，然后他们都没有在排。好好。看，小舅子走。好，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。我们到了，我们要进去。完蛋了，要那个抽选券。如果没有中的话，不能进去。哎，真的，希望我们的那个主米券可以中奖。我们是16H。刚刚说要买呢，现在在下雨。对，开始下雨了。下雨啦。有呢。对，一直在下雨，在台北的时候，我真的要买。我是你的工具人了，一直在拍，他拍照，他在帮我拍，好可爱哟。拜拜拜拜，再见。我们要去那个 Minion 叫什么？中文叫什么？小小兵。小小兵，然后买那个小吃。ほんまに当たらんかったらマジで絶望やん。谁加我好友？没中奖，真的。回家回家。一个只有要650。刚刚，哪点？できたてって哪点？できた，刚刚出炉的。刚刚出炉的是那边。那边。好可爱哦。可爱的。但是价钱真的不可爱。Mister， 你要先拍。嗯，他的表情。那等一下。不想被吃。他不想被吃，我把它拿起来。啊、好。哦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可以。等一下，他的皮要破了。耶！Yeah, 他的皮有点破了。那你要把它剥开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要剥开咯。好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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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痛。死掉了！哎、哦，不是我，不是呢。嗯、看起来很好吃。这个里面包了，好吃吗？嗯，我觉得好普通哎。嗯，很普通。很普通。650哎。那个100块的那个味道。这个好像那个台湾的那个 Seven 那个冷冻的那个肉酱意大利面、啊，对对，那个，就拿出来的那个味道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像是一枚吧。真的。真的被骂哎、欸，真的。不，一美很好吃哦。哎，都是不是？你要吃哪一个？我要吃这个。我要吃他的耳朵。我们的那个确认时间来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没有中奖呢。哎，居居真的。哎，好烦哦。完蛋了。你们要注意，有来到那个环球影城的时候要注意，可能没办法进去那个马里奥乐园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哈利波特做的很，我也觉得真的太美了，太漂亮了。等下对面就是那个马里奥乐园，等一下我们的运气。拜拜。拜拜。今天可能是去马里奥的乐园。嗯，我们要回家，拜拜。你想带的。四千二。那你就不买。价格真的太不可爱了。哎，次の質問は僕がやってもいい？没让。我们要那个喝啤酒，但是呢，你看这个排队。拜拜，再见。这不跟我拜拜。不卖哦。我们要看起来好好喝。哦，我也觉得。然后这个房真的。要拉开。哦。这东西。买了就是那个这个鸡块吗？鸡块跟薯条。很可爱。这个盒子超可爱的。哦。只是我要掰。我要吃掉你。这个鸡块有点有那个鱼的味道，很好吃。我要加这个。我点了这个草莓的。买到了草莓跟那个巧克力，然后这个是那个 Christmas cake， 那个圣诞节的期间限定。嗯，我们就把这个怀到卷毛上面，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圣诞节里面。
太长了。好可爱，公益了吧？那什么意思？你那个太垃圾了吧？我等一下把它丢掉啊。结果买完了之后，全部都关门了。哎，怎么这样？真的不行哎！元宵灰之都没有做，然后那个，万圣节的那个 event 都没有，然后那个马里奥乐园都没有，哎呀，这样完蛋了，超浪费钱哎，蛮可爱耶。要排队耶，10分钟。啊，一天一天的，一天一天的，これ啊，の元宵灰之けど啊，の不会有的那种。我朋友第一次试试看这个，我们要等一个小时左右。好可爱哦！现在在这边等朋友们在买东西，在这边。他不回回来耶，他在排队，10分钟左右。我买了这个限定的圣诞节的那个，好可爱。我们要回家，拜拜，我们要拜拜了。好玩，好玩。我们等了很多哎，很久哎，大概一个小时吧。嗯，一个小时。台湾人第一次来那个 Weekly Donkey。我第一次来。真的第一次吗？第一次。给你看，那这个是应该是旧家的那个招牌，然后150，这个 gram 能点的给。克。点这个了，这个300的。那间440，这个很好吃。现在有那个期间限定的那个栗子的东西，泡会怎样点？泡会，泡会。圣代。这个一卡鱿鱼的炸鱿鱼的那个。花枝。嗯。啊，这鱿鱼也可以。啊。花枝看起来很好吃，帮我解释这个味道。为什么是我？我不会。嗯，对，我也不知道。那个也还蛮有嚼劲，我现在已经有点累了，讲不出话来。靠背真的，没有用的台湾人。靠背。我们的套餐来了，哎，套餐吗？我们餐来了。餐，我们的餐来了，这个汉堡排超。好吃，真的。你都很有吃。欸，我以前吃了，吃过。然后这个咖喱酱也很好吃。然后我朋友点了一个 cheese 的，感觉就很好吃。嗯，嗯嗯，他特别加了一个蛋跟饭，然后那个胖超大，胖好大。你骨好圆吗？要吧。你骨咧，那么圆。等一下，这个四大是什么意思？我们来到，要吃冰淇淋，然后一个礼拜五次要吃包方鱼子的女生。没有啦，很好吃。我推荐来这边吃。好可爱。恐龙，好可爱。哪里可爱？等一下，啊，这个元宵会就很好玩。哎，どれだろう？哎，これ系？哎，哎，怎么着？